这是如果美国人和亚洲人结婚了，他会来买。刚才就遇见那种，有些也是华侨，有些是菲律宾呢，这些都可以，亚洲的都可以。这是我们看到了甜面酱、葱拌鲤，还有这四川风味红肉豆瓣酱、郫县豆瓣酱，比较有名啊。郫县花园娟妃豆酱厂，非常有名，让我们不禁。这是年轻人，你看现在年轻人能长到1.85米以上，得改变了呀。牛头牌酱，沙茶酱，沙茶酱是什么？全美一成牛头牌沙茶酱。这是中国台南沙茶酱，这是越南的吗？千倍蚝油。干贝蚝油变成错字不带，错字先生，鲍鱼汁，香菇素蚝，熊猫，这个非常多，李锦记熊猫，蚝油、酱油、蚝油，调味品，中国调味品一绝啊。为什么中国做出来那么味道那么好啊？主要是调味品多，调味品比较让人目不暇给。那边是大妈们在买东西，这是辣椒酱，这是小罐头，那个塑胶手套在哪儿卖？啊？塑胶手套，洗菜那个塑胶手套。塑胶手套。手套。在那边。在哪个区？他们说这边有卖。在收钱的后边。啊，收钱后边那个哎呦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这边是吃的，那边是卖那个、用品啊。粉儿，这是粉儿啊，西贡牛肉粉儿。西贡越南的，越南牛腩粉，这看着像火锅底料这种感觉一样，不一样。这是各种粉啊，各种粉。越南的，所以到这边也可以买到。等于是有中国台湾的、香港的、澳门的、越南的、韩国的、日本的都有，没有见过朝鲜的啊，朝鲜可能不出口。原味鸡汤，味全的，Kara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吃的？这种 nuts，
那次吃的。这边有的个子也非常小，非常的小啊，小个儿。袖珍版的，哦，这是榴莲，我们是看这个懂的榴莲。You green, Jake in green。这是看他们那个翻译，这个比较人高马大，北方的。清水马蹄片，蜻蜓牌，这个比较有名了。这是笋呢，什么笋呢？这是西人来我们这来尝一尝中国的东西有什么不同的。这是啥东西？这是笋吧？这是像竹笋。看着像竹笋吗？这竹笋板布袖子，这越南的竹笋。1.9元吗？5110。笋辣椒。这也是笋啊。笋，不过它里面有别的叶子，七里。这边有辣椒呀，1.99元。5110啊，泰国的，买一个试一下吧。净白茄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净白茄，不明白呀。青茄，这是越南食品，这一溜是越南食品比较多，有的个子是中等，有一米，接近1.6米。中等个，有的是太小了，1.4米，有的1.7米超长。没有，这等于是嫁给西人，然后西人就会来买一些，等于是东西合璧，天下无敌。Made in 台湾 China 桥头状元酱油，台中。这是台中市，康福，不知道是啥。这个是乌兰，潮汕的特产，乌兰。这个听说过名字，但是不知道 Black Olive 橄榄嘛，各地有各地的特色的，所以来中国超市你就是一个
大奇观，可以看一下。所以也看看中国超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，让我们来走一走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